封排水口的检测包。是，好恶心的。缩时胶囊，河川污染大检测。这里是桃园埔心溪污染最严重的地方，如墨汁的河水塘堆满了腐臭的死鱼。不远处的观音工业富林溪，从空中俯瞰绿意盎然，但我们到场查看，却发现污染严重。为了解污染来源及严重程度，我们对两条溪展开全河域检测。这个由台大教授张尊国研发的缩时胶囊，可在7天内分析出河中物质。那个钉子哦，小心哦。然后这旁边都是污染的农地。这边我们放了4个哈，我们做个记号。7天之后就等待它的结果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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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有吗？这个完全就是工业区里面的废水。里面看一下哦，整个变得黑麻麻的，很恶心啊！哎呦，哇，哇，这个蛮黑的。看到了，这是虚妄。台大实验室检测结果，请锁定河流大调查系列报道。